你想哪里人？你想啥？看中四川游客，联会，你哪的人？阳羡的，啊。王、啊、这个。王字旁有个奇怪的奇，嗯。特别漂亮，金色的花海。嗯嗯，这个地方，哎呀，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花，一片雪白，一片金黄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震撼了。以前一直就听说汉中这边油菜花特别震撼，这次真正来到咱们这个地方一看呢，就是太漂亮了。然后刚才头顶上还有几只朱鹮飞过去了，我觉得这边的生态特别好，太漂亮了。我回去之后一定要介绍我那些朋友都来阳羡看油菜花。